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练讲《佛说阿弥陀经要解》。那么呢，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第23页啊，倒数第4行，全修即性，全他即智。全修即性啊，各位都知道，我们所修的就是性。那么呢，静中修行呢，最简单呐、啊。就是执持名号，所以啊，多少人不晓得这句阿弥陀佛原来就是称性起修，就是全修即性啊。所以说，这在修学里面呢、啊，这是最高的法门。但是呢，有多少人不知道？那么呢，要怎么样修呢？啊，这一句佛号我们要怎么样修才能够全修即性？所以说啊，我们一再的讲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这样古人讲的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它相应跟谁相应呢？就是跟性相应，就是跟真心相应，跟事实来相应。所以说，假如你有疑惑有夹杂，就不相应了。那么大势至菩萨呢，教给我们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净念，这个净就是清净，那么我还有疑惑，心就不清净了。那么呢，我还有夹杂，心也不清净了。所以说啊，净就是绝对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个叫净。净念啊，那么相继呢，就是不中断呢，就是相续不断。可见的啊。这四个字啊，就是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啊！大家都知道，念佛，我们的老和尚一再劝大家要不怀疑、不中断、不夹杂。这个事实上，大家好好的按照这样来修啊，就是说这四个字，我们所谓的。全修即性，就是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这是上上层的修法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。那么再来，全他即智啊，这个里面呢，也包括了依正主办，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那么再来。我们接着《佛说阿弥陀经要解》第23页倒数第3行，我心片故，佛心一片，一切众生心性一片。前面啊的四句，全是即理，全妄即真，全修即性，全他即智。这是华严经上讲的理事无碍。那么呢，后面这一段啊，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这四句啊，就是理事无碍，华严经上面讲的。那么后面呢，后面这一段呢，我们刚刚所念的我心片故，佛心一片，
一切众生心性一片，这就是世事无碍。所以这是真的，哪有障碍？所以所有一切的障碍从什么地方生的呢？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它是从哪里生的呢？从妄想，从执着里面生出无量无边的障碍呀。那么不明白事实真相，那么你明白事实真相呢，哪里会有障碍呀？譬如我们啊，用一个比喻来说了，譬如一室千灯，也就是说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里面呢、点了一千盏的灯。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啊，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啊，虽然没有一千盏灯啊，可是也有好几十盏呢、可以比作啊，做个比喻。那么呢，接着譬如一室千灯，光光互片，也就是说每一盏灯的光都照遍这整个室啊，这整个房间，把光呢比作心，我的心。那么我这盏灯的光明照耀整个一个房间一个室。那么佛的也是一样，也是一盏灯，它也照整个的房间整个整室。那么一切众生的心也是这样子的，周遍的。 OK， 这里接着光光互遍，在重重交涉，不相妨害的啊。这么多盏的灯，每一盏灯都是光光互遍，重重交涉，不相妨害的。所以说我心中有佛心，我心中有众生心，佛心当中也有我心，佛心之中啊也有众生心，这是世事无碍的法界。世无碍是华严经的特色。那么呢，其他经上没有这个说法，那么华严经呢说的圆满，他讲啊，法界从四个角度上来观察来说明，使我们了解它的真相。第一个从事上讲，第二个从理上讲，那么第三个从理事无碍上讲，最后从事事无碍上来讲，这才真正说出究竟圆满的境界。所以啊，华严经啊，华严具足四法界。那么本经呢，我们这本阿弥陀经呢，本经也具足四法界。可见得啊，古人称啊，弥陀经啊为小本的华严经哦，有它的道理哦。 OK， 那么西方净土是我们净念所感的，是我们净念所成就的。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前的这个地球啊，今天呢、许多科学家都担忧，忧虑什么呢？这个地球啊，人为的污染太严重了，所以啊，呼吁大家要注意环境保护，环保嘛。如果不能够加强环境保护，科学家的预言是50年之后，这个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呢、实在很可怕哎。50年的时间不长哎，我们有没有能力在50年当中改善生活环境？很难，确实不容易。真正要想环保，要想做到真正有效果，还要从佛法上下手。为什么？
要从人心的污染下手，所以环保，你先环保你自己的心，从人心的污染下手，那就有办法了。佛常讲了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有没有？我们经常在讲的，佛告诉我们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我们都一直在说啊。佛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。我们今天仔细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啊，人心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、见解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太严重了，比物质环境的污染还来得严重，这才叫真正的可怕。在一切大乘法里面，我们今天讲救济这个事情太危急了。如何真正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呢？说实在的话，老实念佛它真的有效。不管你对这个道理懂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只要能够真正做到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三个月就见效了，就好像治病一样啊。这药服下去三个月就见效，见什么效果呢？心地清净了，妄想杂念少了，这就是污染减少了，逐渐恢复到清净了。所以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真正能见效哦，这是我们要努力要认真去做的。所以啊，净慧实在是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这个世界如果人人都念佛，人人都修清净心，实在讲我们这个世界也能够变成极乐世界哦。为什么变不成功？因为我想变他不想变，他想变我不想变，意见不一致啊。我们的意见都特别多，我知我见，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意见太多了，问题就严重了。不像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虽然多，多到没有法子来计算，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哦，这个实在讲太难得了。为什么那个世界的人能够做到思想见解都一致？我们不能够不佩服啊，阿弥陀佛的高明啊。阿弥陀佛在那里建造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原来没有人，人都是从十方世界移民过来的，移民的条件就是心地清净。所以啊，它是个清净世界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移民的条件就是心地要清净，要一心专念，这样才能够得生。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善恶所感，善念所感的三善道，恶念所感的三恶道，就是六道，六道轮回，这是个污染的现象。所以经上讲啊，五浊恶世，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污浊，从心地到外面的环境都是污浊。
西方世界是极度的清净，他们是从内心到外面的环境都清净啊。这个就是啊，偶益大师用华严四法界，就是从四个角度为我们说明事实的真相。那么呢，这一段嘛是比较深一点，但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去领会，这是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。那么呢，净宗呢是大乘之大乘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由此可知啊，念佛法门这薄薄的一本啊，弥陀经啊，真的弥陀经不长，以华严经，以法华经，以一切大乘经论啊，他所根据的理论完全相同，他所说的方法是格外的巧妙。理论，弥陀经上面所说的理论跟一切大乘经、一乘经是相同的，方法超过他们，这样才能够叫一切诸佛如来赞叹，叫一切菩萨向往。道理就是在这里啦。 OK， 接着，如此信矣，则娑婆及自心所感之慧，而自心慧理应厌离；极乐及自心所感之境，而自心境理应心求。这段是讲的两种愿，一个是愿离娑婆世界，一个是愿意求生净土。这两种愿怎么生起来的呢？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事实。前面啊，我们曾经说过，现前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现象，那么十方诸佛刹土也是如此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例外，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的心真心是很单纯的，所现的是常寂光净土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讲了四种净土啊，四种净土各位都知道，我们有讲过，就是凡圣同居土，还有方便有余土，还有十报庄严土，还有常寂光净土。那么呢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心真心非常的单纯，所现的是常寂光净土。那么真心本性现常寂光净土，可是呢，我们的心性迷了之后呢，换句话说啊，迷就有深浅差别不同，就变现出十法界的身与土，那变成了十法界，这就要看我们自己迷的深浅差别。娑婆世界是我们迷心妄心所现的境界，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真心清净心所现的境界。那么啊，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它有四土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，还有常寂光净土。每一土都有九品，都是全都是待业往生，
就是十报庄严土等觉菩萨，就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他们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他们都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些他们这些都是带了一品生相无明，也就是叫做待业，通通都是待业往生的。当然了，他们带的少，就是一品生相无明，只是去往生的人所带的业习的轻重多寡的不同，所以他有四土三辈九品，就从这里这么来的。那么呢，在其他诸佛刹土里面，四土三辈九品是非常的明显的，每个阶级以每一个阶层都有障碍，都有隔碍的，好像我们的教室、学校教室一样，一间一间教室都有墙壁把它隔开来。唯独西方世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，它没有隔碍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很特殊，很不可思议。所以啊，祖师大德跟我们说啊，一生一切生，我们生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生到凡圣同居土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那么四土三辈九品，你是通通见得到，通通接触得到，因为他们没有隔碍，没有障碍啊，没有隔起来，没有隔碍。那么那些大菩萨们去往生的，像文殊菩萨往生，人家当然是十报庄严土里的上上品，他升到十报庄严土上上品，同时他也见到同居土，也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的这些往生的大众都能够成天在一起。所以经上讲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就是说这桩事情，我们呢、啊，把这个道理，把这些事实搞清楚了，那么呢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求愿往生，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。所以啊，这一段呢、啊、是说明信愿升起的因由。信愿是往生净土的关键，非常重要。古德告诉我们，这个世间一般人啊，虽然听了净宗法门，心里也面也很向往，但是还不能发愿求生。这实在讲，就是所谓的业障太重，他不觉悟，不觉悟的人多啊，觉悟的人确实是少数啊。真正觉悟的人啊，第一个要知道，人生确实是苦，不但人生苦，六道都苦啊。我在大小乘经典里面都把这个事实呢详细的为我们说出来了，他的结论是三界通苦，只不过是天人呢、用比较的方法来说呢，天人是乐多苦少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在人道这几十年当中，我们冷静地想一想，实在是乐少苦多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这是我们现况啊。
将来情况情形怎么样呢？可能更苦啊，怎么会知道呢？就从我们现在造因上来观察。造因，什么叫造因？就所谓的我们身口意三业。身是我们的造作，口是我们的言语，意就是我们的念头。我们的身与意三业的造作，到底我们造的善多还是恶多？如果我们造作的恶多于善，那么来生的果报一定是苦多于乐。这个不是迷信，也不是骗人的，我们自己冷静的思维就知道厉害了。所以啊，第一个要觉悟，觉悟人生是苦的。第二，要觉悟，觉悟人生是空的。这个空啊，一般人啊，都是要等到临终的时候，这口气快要断了，这个时候才会知道一场空啊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其实聪明的人啊，容易觉悟的人啊，他知道在每天晚上睡觉眼睛一闭，就跟死又有什么两样呢？眼睛一闭什么都空了嘛，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真的连身体都不是啊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这个要觉悟。所以啊，这个空啊，真的是我们要觉悟，人生是空啊。你果然觉悟了，真的会开智慧，会得自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你得失的念头就轻了，就看清了。你得失念头轻了，你是不是就自在了，轻松了？那么呢，损人利己的事情自然就不愿意做了，也就不会做了。因为我们啊，娑婆世界，我们大家人道，我们都着有嘛，啊，所以啊，要能够觉悟人生是空的，这样得失念头就轻了。那么呢，如果要觉悟了，那你真的就是开智慧了，会得自在了。所以啊，佛教我们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不觉悟啊。所以讲啊，万法皆空这样的经典啊，特别是《大乘般若经》里面讲的太多了。世尊呢，当年在世的时候就讲了22年的《般若经》。般若就是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，这是真正的智慧。那么第三个要觉悟的，就是人间是无常的。不但这个世间环境是无常的，我们从大的地方来看，所谓的沧海桑田，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地球地壳的变化，这是大的无常。小的呢，那真是刹那刹那都不住。六祖当年就是从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从这里开悟的。那么
这里我们讲小的，那是刹那刹那不住，就是应无所住的这个住，刹那刹那不住。那么呢，物质环境如此，我们自己身体也是如此，生老病死。所以啊，佛啊给我们讲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吗？乃至于地球都有成住坏空。那么这些事实我们不是不知道，而是在这个事实里面我们真的叫做麻木不仁啊！真正觉悟的人呢，他是时时刻刻有高度的决心哦。那么呢，第四个要我们觉悟的是什么？就是人生无我。无我就是不要这个我执太重了，人生无我，这是真的。金刚经里面讲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还有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。所以所有一切的罪业都是从我执里面发生的，如果无我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我执啦，那么一切的罪业嘛都会减轻，甚至就没有了。那么如果真正的晓得这个道理，真正晓得这个事实，知道我这个身啊，佛经上常常讲四大和合变现的，我们身啊，四大就是讲的物质，这是常识。佛经上用地水火风这四大，这四个字来代表，就是四大，四大就是物质。前面我们有讲过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这个世界是一合相，那么有没有啊？那么这个观察非常的了不起。现在科学家承认了，确实是一合相，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合而成的。佛告诉我们呐，这个基本的物质，它有四种现象，叫四大。第一种性质，它是个物质，它有体积，虽然很小很小，那么它有个体积。那么地就是代表体积，代表它是个物质。那么呢，第二个性质就是火，因为它有温度，经典里面称为火大，火代表温度。第三个就是水，它有湿度，湿度就用水来代表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啊，它有带电、阳电、阴电啊，阳电就是火，阴电就是水啊，阳电就是火大，阴电就是水大，所以这是四大。所以这是用的名词不一样，这四种性质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所以这个动就用风来代表。所以啊，各位都知道地水火风就是四大，所以各位要晓得四大是组织一切物质的基本的，在佛法里面叫它微尘，它太小了，但是它有这四种特性，这是物质组合的，它组合
聚合了，它组织起来聚合的时候现这个形状，当它离开了分散了，这个形状就没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身不是真的，只是聚散而已。聚就有，散就没有。各位有没有观察？我们啊，像上课的时候经常用的粉笔啊，粉笔 OK。那么这个粉笔呢，是有很多的白粉组织起来的。各位，我们知道粉笔在写这个黑板吗？那么这个很多的白粉组合起来，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捏碎了、分散了，这个粉笔就不见了，因为一支粉笔就是有很多的粉，白粉把它组合起来，把它捏碎了、分散了，就没有了。这个粉笔的真相，那么从这里就可以了解，只是粉末的聚散而已。聚的时候，老实说，它也没有生；散了，它也没有灭。它只是缘聚缘散，聚起来是一支粉笔，散了，它是粉末，但是它也没有灭。所以，物质确实是不生不灭、不灭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的身就没有生灭了，身没有生灭，所以一切万法都没有生灭，聚散无常，它是现的相而已。我们不要被这个假象骗了，所以要认清它的真相。所以啊，我讲啊，大千世界就是一合相。真的把它的真相说出来了，它是一合相。所以说啊，物质无常嘛。除了物质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部分叫做精神。那么精神呢，《心经》里面讲的五蕴，就是受想行识。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。受想行识，这四个通通属于心，也就是说，心理作用，这个也是无常的。我们心里面的念头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念头的生灭无常，所以身跟心的真相，我们要认识清楚，然后才能够真正体会到。活在经上讲的无我，人无我是讲我们自己本身，这个五蕴之身，佛又告诉我们，法无我，法是讲的五蕴，五蕴里面也没有我，我就是主宰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讲存在的意思，它没有。找不到这个，那么它是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的，所以啊，真的是苦空无常无我。我们要常常记住佛的这句话，要常常在生活当中去体验这句话，这才算是觉悟的人。觉悟的人，他就会认真的希求净土。为什么？西方净土苦空无常无我这四个现象，通通都没有。那里头没有苦，它有乐；这极乐世界它没有苦。第二个，它真有，它真正的存在，它不空，它确实是永恒的。这是什么个道理呢？十方世界的刹土是八世的相分，在这唯识里面，懂得一点唯识的，
相分呢，就是物质，所以它是苦空无常无我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跟我们这个世界，跟诸佛的刹土不一样，它是心性的相分，所以根本上讲起来，它不相同。心性变出来的相分是属于无漏的，是真常的。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来讨论。再来，我们再来看啊，下面的第24页第二行，厌会虚舍至究竟，方无可舍。这是教给我们，我们要舍，要舍得干净。这个地方的舍，各位要记住，不是教你从今以后什么事都不要做啊。我通通放下，我专心念佛，那你就把这个意思全会错意了。此地教你舍，是教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那么事情要不要做？事情要做，事情每样事情照做。而且你一定会比那些不能舍的人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圆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在事上面样样都做得很圆满，这个就叫做积功累德。那么这才叫做真修行，但是决定不放在心上。心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要舍，不是叫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事情照做，做了以后决定不放在心上。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，万德洪明。除了这句阿弥陀佛之外，所有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，通通舍干净，这样子呢，你的心啊，才真正清净，真正的智慧才能够现前。这是教给你，舍要舍得干净，舍到无可舍的地步。OK， 再来接着。心境须取自究竟，方无可取。我们要求取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要非常之强烈。心里面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能够这样的取舍，才是真正往生的大愿。三资粮里面的信愿，你真的成就了。那么古人讲了，有净土，你有这个愿，你有这样的信，那么你真的有净土。有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这决定往生。那么呢，再接下来引用《妙中钞》里面的一句，故妙中云，取舍若即，与不取舍亦非一辙。妙中钞是智者大师做的，观无量寿经的书是智者大师做的，钞是四明尊者他做的，就是注解智者大师的注子，这是观无量寿经一个很有名的注解，他是属于天台宗的。而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，他是念佛往生净土的。智者大师修净土跟我们
不一样，我们是根据无量寿经，根据阿弥陀经，采取的是持名念佛。而智者大师他是修的观想念佛，他是修十六观往生的。那么四种念佛都是世尊在观经当中所说的，所以无论修学哪一种都能往生，但是四种当中是以念佛，以持名念佛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稳当、最快事。所以啊，大师这段话的用意很深哦，他唯恐我们把佛为我们所说的会错了意思，真实的利益我们就得不到，所以特地在此地为我们说明白，取舍要认真，要达到极处。所以啊，佛说啊，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，决定不破坏世间法，只有圆满成就世间法，那才叫真正的佛法。我们看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不但他所说的是最好的教诲，他所说的实在讲都是我们世间人的榜样。这个教学不仅是原教，特别显示在华严经，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佛菩萨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，你看他们怎么生活，他们是如何待人接物，这些人都是佛菩萨带来的，都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发心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念佛。实在讲啊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贵贱与贤，只要能做到老实念佛啊，这四个字就决定往生。就怕的是不老实，这里讲的取舍到极处，这就是真正老实人。真正老实的样子，我们求生净土要从事实上做起，这个样子才真正叫稳当，不可以执理废事。特别是这个修行的方法，对什么事都不妨碍。那么其他的法门，有的时候修学对世间琐碎的事情还有障碍，譬如像啊，修禅初学的人，他坐在那个地方要几个小时啊，那他不能工作，那个时候也不能有人打扰他，这个对事就有妨碍。当然这是禅宗修学初学的人有障碍，禅宗里面高级的修行那就没有障碍了。禅宗里面高级的修行，就像是华严经里面一香长者啊，他的参禅不需要打坐，他参禅的地方就是在菜市场，在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。所以啊，这个参禅修禅，事实上啊，我们啊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跟各位啊好好的来讲解一下参禅修禅。就像是啊这个玉香长者，他每天啊在市场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去参禅去修禅啊，这个也是相当有趣的。我们下一堂课接着来跟大家多谈一谈啊参禅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